们，我是东方列车长的2812年哦，4月10号，瑞芳站6:10出发车是2230次哦，瑞芳发车将三向加一的 ENU， 8181尾桥天龙以及 DRC168的4827次青龙发车，青龙申花线上8的只有3节 DRC 原车超客车。4827次哦，啊，瑞芳站，双蛋运行驶离哦。拜拜，再见喽。嗲星24，嗲星05，嗲星18。三节 DRC 原车超客车，在瑞芳站先行驶。今天这次电车又跑赢那个柴油客。甚至在瑞芳站上，4920站快到，40840发车中沿线号42的单组用户百姓用517全车，在4920站4920交汇修关内等老板，要用517圈的在4920站停靠交汇的，是在6:15跟23这段发车中三线上加一的用811，1281我小圈的，4月12，4920站
开启车门，拜拜。